各位喜爱棒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透过我们来电视网的现场直播，一起来到的是天母棒球场，欣赏的是第一届2013年黑豹级全国高中棒球大赛。我们现在现场呢看到的一个画面呢、是在之前进行的一个开幕仪式啊、今天呢包括像是球兵啊、杨金龙杨老师呢也受邀参加这次的一个开幕仪式。那当然所有的参赛球队呢51支的这个学校呢也都来到了这个开幕典礼的一个现场。那当然呢也请到的是林哲宏林主秘呢为我们挥出第一棒，还有东方特快车郭泰源卡布桑也帮我们开出第一球，也象征呢在第一届的这个黑豹旗啊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呢将会顺利的来进行。今天为大家转播的第一场比赛将是由南英商工要对上的是强树高中哦，这也是一南一北啊两支强队的一个对决。这次的比赛地点呢将是从天母的棒球场揭开序幕，接下来呢还要会到中部哦这个台中体大的一个棒球场来进行赛事哦，所以也请到时候呢大家可以透过我来电视网的现场直播呢一起来欣赏非常精彩的比赛。大家好，我是杨真磊，这场比赛呢为您邀请到的球评就是杨金龙杨教练。杨教练你好。真磊你好。好，刚刚讲到了所有的参赛球队啊今天都来到了现场，那当然呢就是在今天12月1号礼拜天在天母的棒球场呢揭开了序幕。那当然呢这次其实过去我们都看到的是木棒组的一些比赛啊，但这次的第一届的这个黑豹旗就是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了，包括不管你是在木棒组的或者在铝棒组的或者在软式组的呢其实报名就可以参加。所以这次的全国总共是有51支的这个学校呢报名来参加这次的比赛。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过去可能在电视上面转播这几年来看不到的球队呢可以来看一下他们的实力到底是如何。像是今天第一场的比赛有强树高中，有南英商工，另外晚间的赛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国中学将会登场所以这次的这个高中棒球大赛啊算是全国北中南所有的学校呢报名参加共襄盛举。也希望呢接下来这一个半月透过我们未来的转播呢可以让全国人一起来欣赏这些高中棒球选手们的球技还有他们的热血精神。今天呢在天母的棒球场事先揭开序幕，从2点钟开始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这个强树对上南英，那晚间呢还有这个建中要对上的是中大立中的一个赛事。从今天开始呢包括像是明天呢还有这个接下来的这个4个礼拜我们都会来进行预赛进入到1月份之后呢还有复赛还有准决赛以及决赛，最后的冠军将会出炉。嘿，一开始就出了一点状况，
主审裁判已经离开了，在捕手的后方，他喊了暂停。嗯，结果投手先开了一球，先投。好，这次的这个黑豹旗呢，第一场的比赛由南英要来先攻。第一棒呢是这个在打击的是林威廷。来自台南市的南英商工，哦，这当然也是这个有木棒级的水准的一支传统强队啊，哦，有太多太多的这种职棒的好手呢，是从哦南英毕业的一个校友。对，南英培养了好多的选手。没错，哦，包括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哦，棒球非常有传统的学校。是，这支学校的一个历史啊，其实也蛮久的。那这次呢，带队的这个总教练呢，哦，当然在陈先荣教练的部分呢，还是挂在教练的团的名单当中。那总教练呢是李正汉教练，那另外教练团之一还有许峰斌。哦，这次的比赛在天母的棒球场揭开序幕。今天在强速部分所派出来的先发投手是何弘毅。这个球是好球啊，在良好一坏的情况之下，打者没有出棒，遭到了三振。在比赛的一开始，第一棒的林威廷被 K 掉。那个角度蛮不错的，不过主要还是那个球的速度，然后变慢了，打者一开始就放掉。嗯。哦，这次的比赛呢，总共有51支球队了。哦，当然，在这个最新的一个大 update 的消息呢。这个大直高中啊，由于这个校方的一个考量呢，最后就是以弃权的方式，比较可惜一点没有参加。那不过还是有50支的球队参加。哦，你在高中的比赛哦，看到50支球队，哦，这个名单上面有这么多球队共襄盛举，其实也是蛮少见的。哦，在这个承办单位呢，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的部分呢，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比赛永续的经营。从今年第一年开始的这个黑豹旗，那接下来呢，希望的队伍慢慢的增加，可以像当初我们那种有100队来参加的那种感觉。对，我这一次的一个用意非常的好，然后让不管是你真的是一个正规的球队也好，不然或者是你学校是社团球队啊，都有参与的一个机会。没错，那再加上然后经过未来的转播，我想这个选手各个学校都很想来参与这项赛事。嗯。那当然，这个参赛的球队多的话，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水准上面的差距。那这次呢，这个球队资格当然不分是哪一组都可以来参加，只是你所使用的这个球棒，那就会有所规定的。啊，当然在木棒组的部分呢，就不能用铝棒。铝棒组的部分啊，当然软式组的部分当然是可以自己做选择。这是在这个赛制上面的一个规定，当然也针对选手们的。彼此之间的一个实力去做的调整限制。对，也难得看一个木棒跟铝棒组合在一起的比赛，所以其实也真的是先来看到这个球，一个内角的变化球没有控好，形成了一个触身球。第二棒的石祥宇获得一个 double。要投一个曲球，放球点没有做好，稍微滑掉了。南英第二棒的石祥宇呢，是获得了一个触身球保送，站上了一垒垒包。投得比较开一点啊，来关心一下啊，青棒这边要发动盗垒啊，其实几率也不低。接下来打击的轮到第三棒今天同样也是南英这边的先发投手啊，叫做林安可，非常 Q 的名字。林安可呢，今年呢是这个大一的学生，181公分的身高，80公斤，是一名左投左打者。好，背号一号。一垒上有跑者，目前是一好一坏，做一个软性的牵制。那这次的比赛呢，当然赛制啊也慢慢跟大家来做报告以及秩序册上面为准的话，当然从今天开始的预赛呢都是单败淘汰制这个
输一场啦就要说拜拜了。对对，那当然就是实力越强的能够赢的球赛越多的就可以打到到一月份要进行的一个复赛。我单败淘汰的，然后这个真的是一大挑战，你要跨后拍文哦，看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球队。不过不错，打造一个价值员的那个想法，大家可以等一下有镜头可以稍微拍一下，在一垒侧然后旁边就有一堆土，你输了可以带一点土回去，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对，哎，就是这个啦。哦，这个就是汗水与泪水和交织叠成的一个。对，努力过了哈，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对不对？没错，没错。哦，所以这次的比赛啊，当然就是单败淘汰制啊，那每一场呢不会有和局啦，所以就是打到这个胜负出现为止。那以赛制的部分来讲呢，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call game。哎，看到垒包上面跑者启动了，先来看传二垒，这个球传偏了。捕手第一时间好像球没拿好，所以看起来要传球的过程稍微顿了一下。嗯。施翔宇呢，来一次的盗垒成功，获得出征球之后啊，发动盗垒，来看一下这个球。有点在左打者在打击的时候啊，要退开再传球，球也没传好。记录上面要给一次的盗垒成功啊，攻占上了得点圈。这个球内角偏高，打击的呢是第三棒，林安可。这个球偏低，捕手挡得不错。嗯，刚那个球第三棒林安可应该已经被三振了。刚那个盗垒那个球，嗯，对，所以现在打击是第四棒的张文和，在这边跟大家更正一下，两人出局了。那另外刚讲到赛制的部分呢，正规九局，九局两支球队要分出胜负了。如果两支球队九局打完呢都是平手，分数平手的话，就要从第十局开始来进入延长赛。进入延长赛的话，就会采用这个突破僵局制，也就是没有人出局，一二垒上有跑者。那当然这个是教练可以做选择的，可以选哪一个棒次啊，就不需要接着九局正规九局打完的一个棒次接着，可以指定哪一棒站上打击区，那前两棒呢，就要站上这个二垒跟一垒的垒包上面。突破完赛。好，张文和的打击突破僵局这个赛制了哈，是让球队平常要多练习，这个也是确实在那个 extra inning 的时候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是，因为突破僵局制以没有人出局，一二垒上有人呢、有些人的讲法是说，起码要先抢两分下来，就是垒包上面这两分会比较安心。嗯。然后你先抢了两分哦，后攻的这个球队大概在战术方面就有其他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对，要点不点哦，在先攻可能不点，我直接抢攻也有可能。对，我最近看了蛮多的哦，很多的球队对攻击方面也蛮有信心的，都使用强攻。是，来看到一下这个球，哎呦，传的有点高，哎呦，小心啊！这个跑者呢稍微搏斗了一下，不过还是遭到了刺杀出局，也结束了一局上半的进攻，没有攻杀分数，双方零比零。
来关心一下，在一局下半轮到是主队啊，强叔高中的一个进攻。第一棒呢是庄家豪，第二棒呢是钟富雄，三棒黄宇泽，四棒谢瑞安，五棒彭明强，六棒林立凯，七棒呢是陈泰山，八棒呢捕手吴明彦，九棒则是李承学。今天派出了先发投手何弘毅，在前面一个半局的投球呢，虽然有投出一次的触身球啊，但是成功封锁住，没有让对方得分。在南英商工这边，今天所派出来的先发投手是林安可，搭配的捕手是张文和，一垒手陈宇君，二垒手林威挺，三垒手杨浩腾，游击手石祥宇，三名的外野手分别是吕哲维、江亮伟，还有聂文法。南英也穿着他们这个传统的球队的衣服啊，这个白色啊，黑底字啊，来在今天呢这个天母的棒球场呢，为黑豹旗啊来揭开第一场比赛的序幕。再次带大家来看一下，在一垒一边杨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旁边的红土这个单败淘汰制啊，如果真的是不幸的输球回家的时候记得把这红土拿一点回去做纪念。没错。那你上面也写的不错啊，都努力过了哈。对，没有什么好遗憾。没错。比赛进入到是一局的下半呢，轮到强叔的进攻。今天第一棒呢是守三垒的庄家豪。庄家豪今年是高三的学生，然后背号十号，身高165公分，70公斤，是一名速度还蛮快的、蛮优质的一名选手。是一名右投右打者。这个球走外角，好球进来。投手林安可，181公分，80公斤，今年16岁，左撇子的一名投手。他的，喂，现在看到这个球打得蛮强劲，不过在界外。我这一次的比赛是允许可以使用 DH 的，不过南英并没有，林安可是在中心棒次打第三棒，对，也担任投手，担任投手，南英同学一个投手下去打，也就是开始没有采用 DH， DH 制就是指定打击的，这是学校都可以选择到底是要用或是不用。但是在比赛一开始就必须做决定。像是今天这个南英没有用的话，那接下来就不会有 DH 的出现。对，再怎么换投手就由投手自己来攻击。今天的执法裁判呢，在主审的部分呢是白坤宏，这也是过去前职棒的一个球员。今天有前职棒的球员白坤宏呢来担任这张比赛这个黑豹旗第一届黑豹旗第一场的比赛的主审，转型当裁判也非常的成功。没错，现在如果在基层的棒球，大家都可以经常看到他。自己的小朋友在棒球方面也有很好的发展。是。这个球偏低。我刚刚打击的庄家豪呢，是遭到了。三振出局。轮到第二棒的钟富雄，球速速球大概在135公里左右。林安可的名字还蛮 cute 的，叫做安可。投球的动作节奏非常的好，再来动作很流畅。这个速球有投进了好球带，对，很漂亮的位置。李安格快速球之外，滑球、变速球都投得不错。我造型也蛮特殊的。哇，他的睫毛很长，鼻子又挺，然后后面发型。哇，鼻子真的挺，对，帅，够帅。我一个棒球选手留那个小辫子，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头发的整理啊？绑起来应该还好了，细细的一条在后面，我蛮炫的一个造型。冲动，长得应该也蛮像混血儿的。导播说台阿混血，阿拉伯。
要请导播再去确认一下，应该是台湾阿拉伯、啊、不是台北阿里山。好，台阿伯最重要，看他的球技四缝线，哇不错，让打者回空两人踢，连续两 K。 接下来轮到第三棒的黄宇泽，这个球够刁钻，对，又是一个好球进来。打击第三棒的黄宇泽呢，身高168公分，71公斤，也是一名右打者，今年是高三的学生了。守备的位置呢，今天是守这个中外野。哦呦，哇，这个真的走后门，对，从外面拐得进的。当然，过去从这个转播比赛当中啊，这个男音出现在电视机上面的频率绝对是非常高的。对，因为这就是棒球的青棒的一个传统名校。哇，再来一个138的速球，走外角 ，KKK， 一局下半呢、啊，今天先发投手啊，男音这边林安可连续三次的三振，让对方三双三下。欢迎回到第一届黑豹级全国高中棒球大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在天母的棒球场揭开序幕，由南英跟强树来进行下午2点第一场比赛的对决。这个球出手打到是在右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哦，距离比较远。我一垒手在后退的时候，第一时间看起来就是没有掌握到球的位置。没错，所以退的速度并没有很快。对，边退边在找。现在光线会影响吗？会。右外眼看起来也是一个大逆风的情况。进入到的是二局的上半，由南英的进攻。打击的是第五棒的陈宇君。陈宇君呢，背号3号，173公分，76公斤。今年是高二的学生，这个球挥空，哦，挥得很大力啊，但是没打中，要再接好球，一个良好球，一坏球。这次的比赛啊，因为参赛的这个球队啊超过50支，哦，所以我们在比赛的中间呢，哦，如果有这个机会啊，也会大家来认识每一支学校。这个拥有不管是青棒球队或者是棒球社团的学校，带大家来认识这个学校到底是在台湾的哪里，以及他们青棒的一些背景。陈宇君这边被三振出局了，我这个花球投得好棒，这个球的角度啦，真的不好打。这卓坤元教练
头发现在留得相当的长，有年纪了啦。来看一下游击方向，好接近，这个球非常的接近，但还是出局啊。打击的是第六棒的吕哲伟，哦，刚刚这个球啊，游击手，哦，处理的也蛮快速的，李成学就刺杀了打击的吕哲伟，我有全力的冲刺。没错，攻防都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在高中的这个阶段，真的要就是要把那一种精神展现出来。嗯。最后还压线那个动作，做得不错。冲过去。嗯。两人出局，接下来面对的是第七棒的江亮伟，走在外角，哦，今天两边的先发投手啊，这个控球都是蛮刁钻的，边边角角的好球进来。江亮伟呢，170公分的身高，73公斤，三败淘汰的，每一场都要战战兢兢，无路可退。没错。刚讲到赛制的部分，单败淘汰，另外突破僵局是9局打完没有分出胜负的话，从第10局开始要来采用。那另外呢，这次的一个赛制规则啊，也有所谓的这个 call game 口斗制，哦，这个五局打完，哦，如果差15分的话就会 call game， 7局则是10分，这是这次这个提前结束比赛的一个规定，5局15分7局10分。不有这个需要，那确实啊，因为球队的实力落差也蛮大的。哦，当然也有一些学校，啊，像是建国中学啊，就这个呛声输人不输阵啊。如果对上木棒组的球队的话，他们要用木棒来对决。哦，真的，啊？媒体有报道哦 ，guts 很够了，对，但是精神面就已经赢了一些了。一些这一个球偏低，结果一咬三坏的情况之下，投出了一个四坏球保送。在今天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出现任何的安打。不过南鹰两位的跑者上垒呢，都是靠着四死球，一次触身球，这次是四坏球。哦，这个就是建国中学哦，建中那个时候啊，在哦这个。快100年前了，差不多100年前的时候，哦，那时候都是日本人念的学校，嗯，曾经有代表台湾去甲子园，哦，来参加比赛。这次建中也有参加，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上的6:30来欣赏一下。哦，大家也都蛮期待看那建中这些哈，哦，读书能力不错的小朋友，他们的棒球表现。嗯。这个球出棒，结果打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出现了第一支的安打，左外野方向三游之间的平飞安打，由第八棒的聂文坊所敲出来的。哇，这场比赛也就是今年黑豹旗第一支的安打出现了。天高的球被掌握到，对，跟得不错，中间稍微偏外一点，然后高一点，顺势打到左外野。所以击球的动作、击球点都掌握得很好。哦，这个时候教练上来喊了一个暂停，把捕手跟投手拉过来开一个小会议。哦，这是强树中学啊，都喊出第一次的 timeout。啊，当然强树中学阵中啊，也当然是会有相当多的这个职业球员哦，毕业于强树中学。从一开始啊，这个最早算是，现在还是现役球员，哦 ，Amigo 的陈冠任啊，还有包括兄弟象队的这个叶丁仁，包括像现在还在职棒场上拼的很多选手，义大的蔡明进、林克谦，还有包括像是今年拿下新人王的郭修炎，林伟恩，同一支队的江晨峰、蔡万林、朱元琴、林伟，全部都是。这个强树高中毕业的选手，然后叫了暂停之后，现在强树要再来面对的是南鹰的第九棒杨浩腾，一二垒上有跑者，
外角球稍微偏低，连续的两个坏球打者都选掉。南鹰的杨浩腾呢，背号12号，高一的学生，172公分，67公斤。转身要来做个前置 ，Safe， 哦，配合的不错，配合真的不错，嗯，很好的默契。从慢动作再来看一次这个投手的转身，我传球的位置稍微高了一点，所以你看二垒手下来还要再拉。这个球是好球了，打者没有出棒。两个坏球之后呢，来了一个好球。那至于在南鹰的部分，这个明星级的球员可就多了。哦，南鹰几乎每一年的每一个梯次啊，都会出一些职业球员哦，不管是旅外或者是国内职棒的。那当然以今年这个表现最杰出的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林奕泉啊、林鸿玉啊，都是南鹰毕业的。这个球，哇，偏低的球，结果打穿了一垒之间的防线，二垒上的跑者现在要绕过三垒回来得分了。一垒上的跑者也上三垒，哇！结果在两人出局啊之的情况之下，一个保送，接下来两支的安打哦，第八、第九棒敲出的两支安打是为这场比赛先打下分数。南鹰在二局上半先取得点，1-0领先。哇！球正好穿过一二垒之间的 gap， 哇！先启动了，先启动了，然后二垒好像稍微有被引到二垒的方向去了，所以。那个一垒跟二垒之间那个空隙就变大，是。所以球虽然不强劲啊，但是要回来也来不及接了。对。我打的位置非常的棒。哦，形成了一支刚好巧妙穿越的安打，另外也带有一分的打点。两人出局之后啊，攻下了第一分，目前是1-0领先。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二轮的第一棒，林威霆的打击。今天在前面一次是遭到了三振，哦，现在是13垒上有跑者。这个球出手打成了三垒边线的一个界外，球的位置投得蛮刁钻的，在一个内角的地方。也鼓励球迷朋友啊，因为从这个今天开始呢做转播，包括像是接下来这三天呢，从今天开始三天都在天母，另外呢这个台中体大的棒球场，从下个礼拜四开始也会有比赛。一垒上的跑者启动了，这边三垒上的跑者啊，那边没接好，回来得分。哇！结果在这边呢，成功啊，完全没有靠这个打者的帮忙，跑者自己跑回来第二分。我这个传球然后的沟通还不够，那捕手第一时间并没有要直接往二垒的垒包传球，想要由中间来看谁来把它挡起来。对，不过二垒跟游击之间呢，我不晓得是谁应该进来，稍微慢了一点。所以一垒上的跑者倒上二垒，那三垒上的跑者呢也利用这个机会回到本垒得分。所以中间卡斗没有做好，球没接好，根本没有机会来触杀三垒上的跑者。攻下了第二分，目前是2-0的领先。我刚刚镜头有拍到一垒指导教练陈宪龙，郭宏志的恩师。嗯。他渐渐的在幕后来协助这个球队了，那在培养新的这些教练团出来。这种教练呢，这个跟南鹰当然是密不可分。先来看一下这个球，结果打到是在中间方向的飞球，是游击手后退到外野的草皮区接杀了这个球，结束到这个半局的南鹰攻下2分，目前2-0领先。
各位球迷大家好，我们是台南市南鹰三公，那我们学校啊成立在民国38年就有棒球队了啊，承蒙啊我们学校历任的校长还有全校的师生的支持啊，那我们学校的棒球队啊就在啊进入我们校88年的时期，那还有零那我们的金融啊这五次的通力战欢迎回到南鹰对上强树的比赛，要进入到的是二局的下半了。在二局的上半呢，南鹰呢是在两出局之后展开进攻，攻下了2分，目前是2-0领先。好，在二局的下半，强树现在要想办法来反攻了。等到打击的是第四棒的谢瑞安，今天他们是有采用这个指定打击制，有 DH， 所以他来担任第四棒。身高166公分，75公斤，相当这个壮硕的一名选手。今年呢是高三的学长，背后18号。哦，走在外角啊，在两个好球之后，这个球没出手，看到林安可也笑了一下。我稍微出去了一点，但这个角度啊，位置看起来不错。然后要跟大家来更正一下，这个不是阿拉伯，是阿根廷。哦，我们导播帮我们确认之后呢，这个爸爸是台湾人，那妈妈是阿根廷人哦，所以他是台阿混血，阿根廷。会五分自己的深邃，哇、哦，又来一 K 了，连续4次的三振啊！哇塞，有够准！哇，刁钻厉害。投球动作非常的顺畅。李安可连续投出了4次的三振，接下来面对的是第五棒的彭明强，这球又是让对方挥棒落空。彭明强的身材相当不错，182公分的一个身高。这个球出手打成了一个界外，我林安可的球了，主要在那外角的位置不好判断，所以有时候也会造成打者在选球的方面没有那么好。安庆国小少棒队，建兴国中青少棒，都是在台南市这个长大的打球的一个学生。那面对的是彭明强，彭明强啊，182公分的身高，85公斤，今年是高三的学生。今天两边呢都有这个红布条拉出来，来帮南鹰跟强树加油。李安可目前球数是绝对领先的，良好球没有坏球。我比赛了哈，越接近的尾声了哈，就一直球队一直被淘汰，淘汰到最后要拼斗的时候，前四强、前八强的时候。观众就会越来越可怕了。单败淘汰制，一场都输不得。从今天开始的预赛，当然输球的球队，包括现在其实这两支球队，包括强树跟南鹰啊，也都算是棒球的名校。结果，这个第一场就碰头，哇，这个球再来一 K， 连五 K 的，哇，内外都刁钻。哇，林安可厉害厉害，连续5次的三振啊！
高压的投球方式，用四缝线呢，在内角这个位置，球还蛮会串的。不过在这一次的比赛，黑豹旗主要还是在强调运动精神，这也就是团队的一个教育。那这些选手努力过之后，然后旁边那一堆土啦，啊，带一些回去做一些很好的怀念。对，这也就是我们效仿日本甲子园的一个精神哦，一个方式。我们要打造的就是属于台湾的一个甲子园。对，这个精神面要确实要提升上来。这个球走在外角，不过稍微偏外侧偏低。所以今天开幕的时候，林华伟校长就有提到了，除了要教他们打棒球，更要教他们如何做人。那真的一定要做一个社会有用的人。这个球好球进来，哇，这个棒子是出不出棒？这一名左投手啊，投球动作还蛮流畅的。对。球速不倒是真的顶非常快。哇，这个以高中这个阶段，当然时速的话，大概到最高今天看到大概138。对。哦呦，这个球点了一下，一个 check swing， 结果是投手前的一个滚地球，帅气的传向一垒，又是让对方来一个三上三下，这个半局没有攻下分数，2-0，南英领先。南英对上强树的比赛目前是2-0，由南英暂时的领先。比赛进入到3局的上半，南英啊是在这个二局上的时候，两出局之后7、8、9棒，反倒是靠后段棒次攻下2分。今天在强树这边的先发投手啊是何弘毅。出棒打成一个三里边线的界外球，要再记好球，一个两好球两坏球。今天在前面一次打击啊，第二棒的施翔宇啊是获得一个内角的一个触身球，啊最后还有发动盗垒成功，但是没有跑回来得分。第二次的打击。这个球应该是自打，对，我主审裁判第一时间就已经喊出来了。大概在膝盖那个内侧就有碰到了。那前面刚刚有讲到啊，南英这个毕业之后啊，这些校友在，我有走一个外角，是看掉哇，这个球，
何鸿燊那个固定式的投球方式也很顺畅，他这个滑球投得很棒，这个滑球只要从中间拐到外角的好球带。南瀛商工毕业的职棒选手啊，在旅外部分当然也就非常的多，包括从这个今年呢回到台湾职棒打球的胡金龙啊，还有像是这个统一狮队这个波斯鸟郭宏志，都是南瀛毕业的选手。那刚前面有提到，像是今年他们算同一梯的林奕泉、林宏玉，另外还有像是还在国外打拼的这个林哲轩还有包括像郭彦文也都是同一届。这个球捞起来，打到是在右外野方向的飞球 ，foul ball 界外哦吼吼。不烂呢哦，连打击的力道释放的都很棒。又是他，投手已经很抢眼了，结果打击的部分，这边也来一个界外相当扎实的一个飞球。以林安可来讲，到大学都先不用太早定位自己到底是打者或是投手。他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脚程到底如何。高位的学生呢？前面讲到是台阿混血，爸爸台湾人，母亲是阿根廷人。对，你一定要特别再强调阿根廷，不然阿太多的想象空间。对，一开始还以为是阿拉伯。阿根廷人的台阿混血。那当然其实今天在投球的部分呢，他的投球已经投出了两局已经五次的三振了，三振率非常高的一名投手。没有不甘单呢，快速球方面投得非常的棒，是主要还是有很好的控球能力。两好球两坏球，这个球外角偏高，两好球三坏球了。今天何鸿燊第一次投到了满球数。那今天在前面一次呢，林安可也是被三振，第二次的一个对决，到目前为止何鸿燊投出了四次的三振。偏低的球出棒打成一个三垒边线的界外。那投手何鸿燊那个球了怪在内角偏低的地方投得非常的好。今天呢，在天母的棒球场，当然有相当多的这个球队来到现场进行开幕仪式。那第一场的比赛呢，是强树跟南瀛的交叉发育。这个球打到了，又打到是一个触身球，就打到这个蛮严重的。对，你要小心一下，因为这个球是一个变化球拐进来，正好打到膝盖的内侧。等一下要来关心一下这个林安可的状况，不过他是有一点一跛一跛的走到一垒了，是一个滑球，哇，打到膝盖呢，哇，这个好危险。对啊，还是要先治疗一下。身高将近180公分。到是左边的膝盖，请防护员呢稍微简单的治疗一下。不过林安可刚刚就一直在挥手或者摇头说 OK， 试跑一下。教练，你赶快过去关心。要关心，对。选手们的状况。对。当然，防护员要很好的去评估一下才是最重要的。没错。如果真的是不适合再上场，那导师要跟教练好好的谈一下。没错。简单做了一个假跑，
一出局之后，林安可获得触身球，攻占上一垒，打击的是第四棒的张文和。今天在前面一次呢，是一个二垒方向的滚地球被刺伤，第二次的打击，出棒就在一垒边线界外区，保保。所以看起来林安可应该 OK 了，第一时间大概非常的疼痛。现在是下午的这个2:47，内野部分现在就被这个影子刚好是罩住。又打成一个界外球，还是良好球没有坏球。这个球出棒，结果打到是在中间方向，踩垒包，再往一垒传 ，double play， 哇，策动了一个双杀手背，哦，结果让张文和呢打出了一个双杀打，也结束掉了这个半局的进攻，没有攻下分数，还是2-0，南一领先。欢迎回到天母棒球场，跟着未来的脚步一起来欣赏第一届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场上进行的比赛，南鹰2-0领先强树，进入到三局的下半，强树要来进攻。到目前为止呢，前面两个半局啊，还没有办法突破林安可的一个封锁，站上垒包，都是三上三下。进入到第三个半局，打击的是第七棒的陈泰三。陈泰三呢，背号七号，守备位置呢是守外野为主。今年是高二的学生，174公分的身高，76公斤，那是一名左打者。这个球出手打成了一个界外，目前球数啊良好球一坏球。林安可进入到第三个半局的投球，前面呢是已经投出了5次的3振，威风八面。嗯，我控球主要很精准，速度方面哦掌握得不错。两好两坏。这个球没有控好，内角偏高，良好球三坏球，也出现了第一次的满球数。
那混血的林安可，身高是179公分的身高，70公斤。今天在一开始就连飙5K， 对，然后第六位的打者一个 check swing 也是打一个软弱无力。这五 K 有两 K 是挥空，有三 K 是打者最后一球是站着看。哦，四坏球保送，这个球压太低了，投了一个挖地瓜。哦，结果林安可呢，在前面两个半局让对方三上三下，我现在是有跑者站上垒包了。第七棒的陈泰山选到了一个四坏球保送。刚刚那个出神球应该对他有所影响，你看他在那个投手丘上面哦，还在做一些伸展操。打到了左边的膝盖，不知道对他这个投球是不是有大的影响。一垒上呢是陈泰山，现在第八棒的吴明彦呢，短棒已经先摆出来了，哇，转到了，回不去啊，被牵制出局，哇，这就很伤了，哇，很难得能够上垒，然后被牵制出局。陈泰山一个不小心啊，结果在一垒垒包上面呢被牵制出局了，现在反倒变垒包空空，一人出局。再来看一次，哇，重心已经 对那个犹豫不决，所以到底应该是有战术上的运用，要想启动又要回来，时间没有拿捏得很好，但是主要还是在判断。哇，这难得在没有人出局就上垒的情况之下，结果哦跑者遭到牵制出局，确实非常难得，因为前面有几个哦全部被三振了。对。现在短棒也不用摆了，吴明彦直接来进攻。这个吴明彦的身材很壮，这标准担任捕手的这个身材。我们再来看一次。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在一垒抛了也面对左投手了，这个抬腿的动作，第一时间身体的重心稍微往一垒的方向再回来一下。这些小动作事实上都可以避免他被牵制出局。这个球打到是在中间方向，强树也出现第一次的安打呀，结果中外野手漏掉了，现在要往外野的方向滚了。垒包上面的跑者通过一垒要上二垒没有问题。哦呦，这个球结果中外野手还发生了一次的失误啊，记录上面当然是要给一支的安打，一次的失误。对，尤其外野手，然后这个球没有挡了下来就很危险。我还好，面对了第八棒吴明彦，脚程不是很快，不然以这种情况了哈，攻占三垒垒包的机会，这也不能太怪他，这是一个不规则拦掉。所以有时候转播不错的地方，也就是哦，可以还给选手一个公道。你是被冤枉的，对，不能怪，不能怪你，这真的最后是一个不规则弹跳。不过吴明彦呢是敲出了这场比赛强叔第一支的安打，哦，所以你看到刚刚那个牵制出局，对于强叔这边哦有多伤，对，那蛮伤的，要上垒都很困难的，上垒之后然后又被牵制出局，那是很伤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轮到是第九棒的李承学，今天先发的游击手，现在是一个得点圈，这场比赛第一次攻占上得点圈。出手打成了一个界外。李承学个子还比较娇小一点，152公分的身高，58公斤。守备位置呢，就是以内野为主。今年是先发的游击手，速度不错的一名选手。今年是高二的学生。转身来
看管一下跑者。这个球偏高，在前面两个半局啊投得很稳定的林安可，反倒是在第三局的投球呢控球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许真的是前面打击的时候啊那个触身球打到膝盖啊是有影响到，所以他在这个半局啊投出了一次的四外球保送，又被打了一支安打。现在面对是第三位的打者李承学，这个球要询问一下一垒审，判定是没有出棒，看是不是有出棒过半，再 check 一下。对，出棒，哦，这确定出棒，这应该是有出棒。来，老打了，来来。所以刚刚这个球啊，其实应该已经出棒过半了。出棒完赛。一号球两坏球，又转身再看一下二垒上的跑者，要特别注意一下。虽然这个二垒上的吴明彦，就176公分，就94公斤的一个体重，我离垒的距离还 OK， 对，但脚程是确实不够快，嗯，脚程方面哦。还要再加油，是对他的未来的发展才有帮助。打击李承学啊，现在是选到了一好球三坏球了。对吧，三。这个球出手打成了一垒边线的界外，再接好球一个，两好球三坏球。前面两个半局都得很顺，在这个半局呢用的球数比较多，另外也有被打安打。对，强树这几个后段棒次应该也有好有在观察林安可的投球，几个后段棒次的那个击球的表现还不错。这个球四外球保送，哇！林安可这个球又压得比较低啊。哦，其实目前抓到的唯一一个出局数是牵制出局啊，等于说连续三位的打者都能够上垒。哦，林安可自从触身球被 K 到之后，然后控球稍微受到一点影响。嗯。哦，所以现在在南英这边呢，要喊出暂停了。正确，这个时机喊的时机非常好。对。李正汉教练，挂的是总教练的职位。往后退的时候还是不放心的，没有一个一个的交代哈，退不到休息室。我继承棒球，我教练真的是又像这样的，多用一点心，不错。对，南英啊，我们所看到的，除了选手有很优秀之外，在陈宪龙的领导之下，这些教练培养的也不错，不差。是，转身来个牵制 ，safe。我在真的膝盖出生球之后啊，现在是连续让三位的打者都上了，对，一支安打两次的保送，现在要来面对的是第二轮的第一棒庄家豪。这个球出手打成一垒边线的一个界外球，记好球一个，庄家豪前面一次呢是被三振出局，
今年一开始强出的一到五棒哦，连续五位的打者都被三振，都被 K 掉。不过现在是一个反攻的机会了，两分的落后。出手又是一个界外，我球都压得蛮低的，还蛮不错的，高起来就比较危险。嗯，我现在能够压低了，只要控球能够又找回来，那就很可怕。整个外野的布阵这样看起来是中外野稍微趋前了一点，左外野跟右外野是以正常的守备位置。是，今天天母球场对打者来讲是属于逆风，会比较不利。哦，这个球，感谢主审裁判。是，这个球捕手第一时间没挡好，挡了，但是没有挡到一个很好的甜蜜的位置。不过还好，主审裁判的脚把球挡了下来。从慢动作再来看一次，没有接好。主审帮忙了。不过还好，主审有带了护裆。是，很危险。一个弹跳，正面迎击。男子汉，这个球出棒打到是在三游之间，三垒手接到球之后先传二垒，一垒这边没有机会，来不及了，滚动的速度比较慢，是，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三垒手移动的距离也很远，一个内的滚地球啊，是抓到一垒上的跑者。这边是来不及了。对。两人出局，抓到第二个出局数，现在一三垒上有人，关键的一个投打对决。强叔在三局下半的进攻啊，现在轮到第二棒的中富雄，前面一次呢是遭到了三振，再来做一个牵制。在这个半局一开始上垒的，就曾经在一垒这边遭到了牵制出局。这个球出棒打到在二垒方向，火力手稳稳的接到穿往一垒，刺杀了中富雄，也结束掉这个半局的进攻啊！虽然有两次的保送，一支安打，但是没有得分，三局打完还是南英领先。各位球迷大家好，我们是台南市南英三公，那我们学校啊成立在民国38年就有棒球队了啊，承蒙啊我们学校历任的校长还有全校的师生的支持啊，那我们学校的棒球队啊就在每一年的暑假啊来公开招生啊，经过我们的教练啊测试的通过就可以了，直接啊进入我们学校的棒球队。那我们学校棒球队的成绩啊非常优秀，那在
民国八十八年、九十年、九十二年、九十四年，还有九十七年啊，这五届的高中联赛啊，我们学校都得到高中木棒组的冠军。那在2007啊，是全国青棒啊精英大赛，我们也荣获冠军。那第二届的还有第七届的金龙旗，那我们学校也是得到获得第一名。 那我们这次参加黑豹旗的比赛呢，那我们是希望今年啊，我们可以打进前八强，那最好是可以得到冠军啊。那希望啊，我们学校的同学大家共同努力，那也更希望啊，我们把希望呢学生啊在这个比赛当中啊，给他们有一个青春的回忆啊，来为学校啊。 争取最高的荣誉，谢谢大家，谢谢。好，这是我们在这个赛前呢访问到的是陈俊龙教练哦，当然南英的历史我问，问到的最清楚，对，绝对是最清楚的，刚刚不用看稿，我先帮我们，对啊，他刚刚不用看稿，好像那个政治人物哦，在那对外公开发表，就孙的了，嗯，也要相当的好啊，陈俊龙教练哦。 绝对是跟南英密不可分的一名教练啊，把这个教练的生涯都贡献给南英这些小朋友们。啊，当刚刚也有讲到这个，在从一开始，因为他们其实这支球队呢成立的时间就还蛮早的哦，算是国内啊相当资深的一名青棒球队。现在看到这个球，三游之间的一个穿越安打，比赛进入到中段战，四局的上半，第五棒的陈宇君。 敲出了三游之间的一个穿越安打，这也是这场比赛南英所出现第三支的安打。陈宇君这个出棒速度快，这是一个偏高的坏球。如果没有很好的出棒能力，这个球很难打。嗯。我前面一次被三振，但这次呢，陈宇君敲出了安打，攻占上一垒，没有人出局，垒上有跑者，轮到第六棒的吕哲维。哦，短棒现在板出来了。 这个球点在一垒边线的一个界外区。哦，南英商工青棒队啊，是在民国43年，也就是1954年的时候，哦开始组队，哦这是一个超过50年的一个传统棒球名校。啊，当然也是包括校长啊、全体的选校师生啊支持哦这个棒球运动哦，所以他们在每一届的比赛呢。 包括大大小小的赛事啊，都能够参加，都能够有好的成绩。对球队要让他有形成有一个传统的一个棒球学校，当然就是需要校长，嗯，全力的支持。再来就是学校的老师，然后愿意投入。嗯。那其实他们这个开始啊崭露头角，变成一个传统强队啊，是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在高中棒球联赛呢，他们都成为这个固定的八强的班底。 那当然，这个前面这个陈先荣教练也有讲到，包括他们在1996年的时候，第一届的这个金龙旗是拿下了季军，这个球结果自己出手点了两个球都点成界外，直接打安打，哇，没有点好，但是吕哲维是直接敲安打，三游之间的平飞安打，哦，连续两支的安打呢，现在是一二垒上有跑者。 收打的方式反而比较顺，所以稍微高了被他劈了下来。是，不过我们想看到了哦，牺牲触及是教练想做的、喜欢做的东西，但成功率不够高，这都是大家要在努力的。游击先进去把二垒的跑垒引诱出来，二垒再进去补位来当一个牵制接球员。 所以现在二垒跑垒员哦，就是要小心。不过这些策略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不要心急而被骗。哦，游击手又跑进去了。再来了，对。这个球外角的好球进来，打者没有点。这一次游击手是先进去看能不能把二垒跑垒员引诱进去，然后他递击的往三垒的方向冲。然后这个守备的策略基本上就是一个牺牲触及，他们所要去形成。 哦，这是强树
对上南英的比赛。那先攻的南英呢，在四局上半又是没有人出局攻下的一二垒。这个球点了，结果一垒手看了一下，转身哎呦，一垒传，哎呦 safe， 结果球没有接到，现在三垒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二垒上的跑者要上三垒了，哇，这个球，结果一垒手的判断呢，当然是先确认一下三垒有没有机会，没机会转身再传，又没传好。对，大家只看到没穿好了，但基本的动作基本上就是他的步伐没做好，所以重心失去了平衡啊，影响到出手的一个准确度。所以他先转到三垒的时候，立即往二垒，那个往一垒再看的时候，那个步伐如果做好，出手就没有问题。所以传了一个蛮陡的球。对，那可惜的地方也就是说，进去补位一垒补位的队友了，这一个没有传好，又没有帮他把他弥补掉。是。哇，这一下子又发生了失误啊！右攻下了第三分了，南英现在是3-0的领先。这次的比赛呢，我们也会为这个大家来一一介绍、每支球队的一个背景，以及他们过去一些重要比赛的成绩。那像是南英这边刚刚陈先生教练呢已经提了很多的，从青龙旗开始金龙旗开始，金龙旗对，金龙旗第一届这个1996年的时候他们就拿下了季军，那这个97年呢，他们第二届的比赛就拿下冠军了。这个球看到是在中间方向，结果是由左外野手接杀，距离不够远，三垒上的跑者呢没有动，形成了一个外野的飞球，但是太浅了，所以没有推进的效果。一人出局。还是一三垒上有跑者。那另外也讲到，在第二届呢，这个南英拿下了冠军。第三届他们是八强啊，打进八强而已，没有办法杀进最后的前三名。第四届是以第四名作收。另外第七届他们也拿下过这个冠军所以他们曾经有拿下过两届金龙旗高中棒球锦标赛的一个这个冠军。那从94年开始呢，这个高中棒球联赛展开之后啊，就有像是木棒组啊、铝棒组啊，他们也都是有参加过在木棒组呢，他们也曾经有拿过这个冠军。最近一次就是97学年度那个时候的高中棒球联赛木棒组拿下了冠军，所以大大小小的比赛，南英这边刚刚前面有讲到，太多的职业选手都是出生于这个学校。来看一下这个球，结果打成了在游击后方，哎呦，有补上，有补起来，有接杀，有接杀，有接杀，双杀把它变成双杀。哇，所以三垒上的跑者认为这个球回来要得分了，但是其实变成一垒过早所以游击手没有接到，但后面队友帮他救了这个球，所以是一个接杀出局，也形成了一个双杀守备，结束掉了四局上半南英的进攻，攻下1分，3-0领先。再来看一次，换气压，蓝鹰，气压。刚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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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局下半强速的进攻，目前是0-3落后给南英。在前面一个半局啊，南英看起来哦来势汹汹哦，要形成大局。不过刚刚哦在守备的部分，哦应该说要夸一下这个强速的左外野手哦林立凯反应还蛮快的，哦最后徒手是救了队友，这个没接好的球反倒形成一个接球。对，好，四局下半现在是3-3的落后，强速的进攻，第一个上来打击的是第三棒的黄宇泽。想要投球的依旧是先发投手林安可，出手打成了一个界外。我们再看一次前面的这个徒手，哎，厉害，对，真的是反应很快啊。对，这个徒手没有处理好的话，对方又得分。回不去了，真的是回不去了。是，这有时候就要等他哦，在一个安全距离，然后等他落地了。等他落地，确定落地再。对你急的启动，往往都是有这种情况。不过没有人会想到左外也会到后面来用徒手把他救起来。哎，加油！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对。哇，再来一次的够刁钻了，这也可以当作林安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武器，面对右打者，这个球应该就在膝盖的高度，而且比较靠近身体，已经逼退了打者。我感觉出来林安可的膝盖是不是还有一点不太舒服？应该有，看起来不断的在活动那个位置。对。我刚刚又投出了一次的三振，这场比赛个人的第6K 了。接下来面对第四棒的谢瑞安，稍微偏高的球，在前面一次的一个对决呢，谢瑞安呢也是被林安可呢给三振出局。内角稍微偏高的一个坏球，到目前为止强速最好的机会出现在三局的下半，就有安打出现，还有获得2次的保送，一度攻占上了3垒，但是没有办法攻下分数。那前面有讲到这个南英的一些成绩了，当然这个参加的场次赛事都是相当的多，所以在国内这个南英山工出来的好手真的是这个两只手加两只脚可能都数不完了，相当多的职业选手都还在国内国外做打拼。那前面有讲到的那些选手基本上都是现在职业选手的好手。以现在球团来分的话，在义大犀牛队就是林奕泉了。林奕泉是最红的今年的年度 MVP， 近年来的一个代表的强打。那另外还有像是南美狗球团的包括是林宏玉、郭彦文也都是这个南英毕业的选手。另外像统一狮队也有这个南英出身的李伟华，还有刘玉成、涂壮勋都是南英的一个选手。兄弟象队呢，当然也有南英，像陈江河这就是南英的选手。对，最近很红的黄君生也是南英。最近很红的，好，说得好。对，今天还有一些他的新闻出来。我南英培养都很多人才，对，也对台湾的棒球发展呢，他贡献良多。是。所以真的就是传统棒球名校了这个青棒念南英就感觉是一个招牌，对，走路有风。
这个球投在外角，打击的是第五棒的彭明强，一垒上刚刚谢瑞安获得了四外球保送。我像我们早期啊，我们也经常让男英的教练来带着我们出国去比赛。嗯，像我被男英教练所带领过的，就是吴祥木老师。是是，这也都是可以说是棒球非常重要的人物。对，游击方向，我这个侧身接球转传一垒，当然是比较来不及。不过刚刚这个游击手传二垒抓到了跑者，封杀一垒上的跑者，这个处理漂亮。对，侧身接球，然后重心已经有一点不稳的情况，还能够顺利把球传得出去，嗯，传得不错。两人出局，王明强获得野手选择上垒。现在轮到的是第六棒的林立凯。林立凯今天在前面一次的打击是一个 check swing， 结果是碰到了投手前面的一个反弹球，遭到刺杀。第二次来对决，第一个球挥棒落空。从早期这个1954年成军南英总教练吴祥木。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名教头，帮助男英在成长。当然中间呢也有经过一些这个小插曲啦，就是因为要招生嘛，所以本来有说要合作的这个复兴国中的青少棒队呢，在选拔赛输了，所以没有获得一个中华队青少棒的代表权。那后来呢，就是兵源的问题，所以导致男英曾经有短暂的这个解散的命运。在1993年呢，再次的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呢，重新组队，那吸引了相当多的好手进来，所以在90年代我才说这个南英商工青棒队这个好的成绩一个接一次的出来，多项赛事的冠军。这一个球又是一个内角的好球，打者没有出棒。对，位置刁钻，可以看起来是棒子出不出去。这个球出手，结果打成了一个在游击上空的飞球，见高不见远，最后是遭到了接杀，结束掉四局下半的进攻，还是没有得分，目前3-0南英领先。